快停下！安全返回，怎么样啊，教官？啊，总感觉有些不妙。对，还得来个急转弯才行。就这样。哦。哇，太好了，我考试通过了。哎，行行，不要紧吧。哎。995，999，快到时间了。1000，好，准备活动结束。科长，天本下石，我想现在就去了。好的，不过别弄得太紧张，累坏身体。我要试一试，趁现在有一些干劲。鼓足干劲儿是好事啊，好好努力吧。是，我一定尽快拿到驾驶执照，为科长出一把力。好，拜托了。啊，我走了。驾驶最近干劲十足啊，因为有科长的大力支持嘛。可是不理解的是，天本怎么突然提出要去练车呢？他说是为了工作，进一步讲是为了这世界，为了人类。哦，真是了不起呀、啊！钟宝军，你真那么想吗？要是下次拿到执照的话，站住！我是不会站住的啊！看你往哪儿跑！这就是现实，真是的。走走，干劲真足啊！哎，你说天本能顺利的拿到执照吗？不能，我赌他拿不到执照。我也是，是他绝对拿不到。小草川，是，什么事？你认为天本能拿到吗？啊，驾驶执照，他开车的样子好像总是浮现在我眼前。可是，实际上，小小川，你怎么想？这个怎么说才好呢？如果驾驶拿到了执照的话，这也说明让他拿到的人很了不起。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喂，前辈，车开得真好。哪里，您过奖了。这样你很快就会成为最优秀的赛车手了。看科长说的，今天真是太高兴了。太好了，科长，开车兜风去洗温泉。然后去唱卡拉 OK。 啊，好，复活。
子，怎么？今天的巡逻快结束了吧？是啊，然后就能回警署了。不好意思，回去前能不能去一个地方？怎么了？有件事放心不下。明白了，是不是上学啊？好。对，人工呼吸就是这么做。对不起，不小心。大家请注意，请把跑道上的车开到别处。再重复一遍，请把所有的车让开一下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多人看呢、科长。哎呀，小早川，二姐她。您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哦，是这样，不是有句老话，要看比赛先从赛车开始吗？啊！来呀、啊！是小石，谢谢。胜利呀！但愿今天我能以坚决的态度对待，更重要的是能平安无事的回来。后面检查完毕，我千本夏石可以出发了吗？可以。大叔。左右确认后开车。哎，四转弯。再来一个大转弯。停车。踩不着脚踏板了。向坡道出发。怎么样，你不觉得我今天发挥不错吗？啊，哇，太好了，我又合格了。喂，不要紧吧。喂，踩成那个样子怎么还瘸了呢？可不是吗？我是不是不适合这种工作呀？别担心，前辈。我理解，像那样的学生在路上行驶，就等于放出了可怕的野生动物一样，绝不能发生此事。即使是为了我们讲习所的名誉，也不能就这样让他拿到驾驶执照。前辈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绝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。前辈，我个人倒没什么。你看，他们是我们讲习所值得骄傲的优秀伙伴，他们也跟我们一样，有着同样的想法。只要我们全体齐心协力，对付那一两个小毛丫头，简直是易如反掌，是毫不费事的。所以你不必担心，安心的去睡吧。阿门。早上好，天本夏实拿到了临时驾驶执照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别说了，我不好说呀。科长，我拿到了。先不要骄傲，我对你是充满信心的。科长，我一定不会辜负科长对我的期望。
令弟似乎比以前更充沛了。啊，看来谁也制止不了他了。不过，为什么他还要练习呢？因为他拿的是临时执照。这么说，是为了正式在公路上行驶而锻炼。嗯，说的对，没事。怎么说呢？拿到了临时驾驶执照，说明驾驶从今天起要进行公路上的练习了。像他那样在公路上行驶的话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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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很有可能。哎，不会那样。啊，钟道君，如果你看了他开的车，就会知道了。你好用这个了。夏石，停一下。夏石，哦，你对临时驾驶专用的训练器械感兴趣吗？很感兴趣。今天开始就是路上训练了，这次我也会成功的。请您多多关照。启动发动机。今天开始不能像以前那样开了。是，今天是第一次上公路，我会小心。知道就好。那么天本下石要出发了。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怎么了？啊，不，没什么，是不是我训练过头了？他似乎察觉到了，这车是集中了我们培训所的技术调整出来的，针对那些乱开车的人用的智特训练车13号，踏板、换挡杆、方向盘，所有的操作系统都重新定了位。这13号车可不是那么容易操纵的。喂，别忘了确认一下后方。是。一忘确认。是。要保持一定的速度。对不起。我当警察的时候，还没成为道路交通法之臣呢，这可不是吹牛。刹车太慢。是。你怎么了？累了吧？不，没什么。糟糕！喂，你没长眼睛吗？好危险的！撞车还想逃跑？喂，你想干什么？情况紧急，没有办法。穿上这个接受训练的话，训练效果会更佳，我保证一定会合格的。谢谢你，美心。训练暂时告一段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竟敢穿上这个来开车？我要使出全功率。只要逃掉，没人会知道。我追上他，这家伙超时速不说，还闯红灯，又差点撞到马路上的行人，真是罪加一等。现在他又超车了。竟然就在课堂上打赌了，没想到交通法则掌握的不错嘛。
车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非要追着卡车不可呢？我不能看着那样危险的车不管。这种事儿交给警察去做好了。我要把他抓起来，送到警察局去。什么？你的职业不是公务员吗？难道？您猜的没错。刚才过去的那辆宝马不是训练车吗？真是拿他没办法。真是个难缠的车。怎么不动了呢？好了，你这个踏板也是特别配置的。你能不能好好开车呀？是。左右看看，车内反光镜，侧面反光镜，全都没有问题。我忘记了改变车线时的确认。我指的不是这些。危险！糟了，方向盘冻掉了！快停下！你给我停下！破险了，好了好了，驾驶不要紧吧？对不起，美静，我把这个弄坏了，再给我做一个吧。好好，好，走吧。是。对不起，对于您的合作深表感谢。真没想到你是个警察。对不起。不过你的瞬间判断确实了不起。这么说，重新开始。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。希望你今天也能安全行驶。是。早上好，天本驾驶拿到驾驶执照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一个人赢了，你们得请客。科长，干得不错，前辈。科长，下次跟我一起开车兜风。这个嘛。科长，你们住嘴。美静，谢谢你的石膏绷带，这几天多亏了他呀。什么？这太好了。
可以跟科长一起兜风了。真是可怕。科长真可怜，真令人担心呐、啊。一つ愛を失うたび偽物じゃない？でも聞いて、最近この辺にずるい偽物が出るらしいの。変装泥棒704号のことね。たく招かざる客よね。何？招き猫がどうかしちゃって？違う、招き猫じゃなくて招かざる。なんだ、猿か。は？次回逮捕しちゃうぞ。ファイル28、怪盗704号を追い詰めろ。猿者は追わず追うの。